生地之行，这个科对是地功妙用。这段来面分作四个小段：万物地回功，破教十红彩 消除三过病，名字将恶难；卸下三多苦，灭除烦恼暗。承念到这个所在，顶面一段是讲。 无量修，这段呢是讲无量功啊，无量修是讲替无量功啊是讲这個上用，替上用啊。 流出无量无边的德能利益一切众生。同条千多大师讲：“阿弥陀佛，四十八观，每一观拢是为众生。咱对这个。 记忆上内面，会当体会到，大师讲这话啊，是有依据诶，毋是随便讲讲诶。后经这两句咧，叫回光普照啊，这是阿弥陀佛。 幸福的时阵，诶，伊发了大愿，即个愿兑现咯。获的功名，确实是好叫是红尘。你是这来讲呢？嗯。 那是忽略共鸣，忽略色相，忽略音声，一一拢是周边覆盖啊，咱是恍惚，无看着，无听着。 这是因为啊，人家基诶妄念太重，粗心大意啊，未当去体会着。如果妄念若是少啊，心真死啊。确实有一寡人。 看到佛光，听到我的音声，只要静落来，你就会去看到。年后咱家真正体会到。 阮诶智慧的灵，确确实实免虚空化界，无时啊不在，无处不在，即个道理啊，但神经上讲啊，真醉，阮奈会现前。 那也对某一个人现钱，这对某一个人又袂当现钱，也是华严经常所讲诶，心现色变”啊，“唯心所现，唯色所变”。 咱的眼睛不离开摄像，我只句话讲，咱的六军不离开约定境界，军阵呢，是所言所变，但神经上。 那常常读掉的啊，一切话中心向心啊，那无去想火，所以活就未现倦了那所想为是什么境界呢？这境界就会现钱。 这境界，拢是自性智慧、光明、德能啊！智慧、光明，表现出咱现在这个境界。那来怎样？ 佛教，意思真深啊！西方差错，就是今那里共的啊，虚空法界啊，破是平等的，是清净的，这这称之为破啊。 功德、功夫根啊，会破无名烦恼，所以称之为智慧根啊。智慧根也是阿弥陀佛的别号，那也把它给。 智慧功就是无量功，也是无边功、无外功、无定功、上照功、清净功。即、這个无量寿经里面讲了十二个名号，拢是无量功的别号。为什么？ 用这么多名号，对名号来辨，咱就体会无量诶含义。当然，这十二也不过是古人来讲啊。实际上呢，言语是无办法表达了，说之不尽呢、啊。 佛讲确实是灵照，咱现在问讲，佛讲，既然是普照啊，现在咱为什么会看不着呢？其实一切众生，拢不异地佛光之中啊，只是烦恼习气太重。 人也是无感觉着，好菩萨，慈悲告杰出啊！对有这诶，也种清淡诶众生，地慧功啊，转变心。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人物。世尊当年在世四十九年，为大众讲经说法，当理当故啊，拢是智慧讲嘛。 拢是破照西破产嘛，活边多三千年咯。今他日活虽然无注事，我的经管啊，也老地世干，咱天亏经管。 就是护工破教，咱在了堂上是智慧工献前，咱的烟土也是智慧工献前，咱的尴尬也是智慧工献前。 你会讲现现最现度的是依教奉行啊！诸位啊，真是的依教奉行，或者无量功修啊！你时时刻刻、在在处处，拢会当体会到。 然后你真正会相信，这毋是假啊！光诶作用，下面这首《诶经文》：消毒三过敏，明者众恶难；色下三托口，灭诸烦恼暗。

别名、啊，名名是无名无啊，无地呀，无名烦恼，这是痴呀、啊。什么叫做无名呢？都有。 有到人生的真相，无明了就是无明啊！好，甲人讲，有到人生真相啊，人本来是同达明了。 本来通达明了，现在为什么变做不明了呢？这个、问题在佛法里面称之为大问呢，这是大问题啊，根本的问题。那现在学会的东西，未少的人拢有这个疑惑。 都在谁时阵？地主当中有这种疑义的人也未少啊。灵验会上，富罗那尊者就提出这个问题。世尊有详细的解答，在《灵验经》第四卷。 让他经呢？细、哎、心去体会，来看你是唔是会当将真正的答案找到？不但好是安尼讲嘅，古今中外嘅大圣大贤。 拢是安尼讲啊！这类人，咱书上看因拢唔见过面，也唔把合同信息，但是因的看法、讲话几乎完全一致。这就是用过小屋里面所讲的啊。 英雄所见大略共款你看儒家，苏苏大侠里面，这个开头就讲大侠之道，在明明德。这個、明明德。 他即得讲嘅意思完全相反，名店是朋友，名店是只名俗，朋友啊！现在杏林橄榄，你爱明明店啊？我一句话讲。 咱现在明的不明咯？所以，这加一个明理，明明的啊，在咱这个禅宗里面，就是明心见性啊。在地佛法里面，是破根本无明啊。 大家知道啲咩？就在普根本无名，在清明民，还是都是啲日常生活当中工作来面处处太平接物，用名碟鲜花，那就过祝福菩萨鲜花。 因为名德啊不明咯、哦，何家叫做不明，所以啊，你只会去贪嗔，贪嗔是无量无边烦恼诶，总称。顺着你家己啊梦想。 念头啊，你就去贪心啊；无下你的意思的、啊，你就去忏悔啊。烦恼更加嘴啊，这两条啊，全部拢包括了。完了，对这位来的，对无明来啊，会对这地高德

也下当恢复诸先本固诶智慧光明，咱诶智慧光明，咱诶福德修量，甲阿弥陀佛拢是共款诶啊！因老大人无能修，咱逐个拢嘛是无能修，因仔里会变甲即个款式咧。 龙中和无名之害啊？和烦恼害掉？只要将无名破了，烦恼断了，那智慧的地定灵啊，完全恢复了。好菩萨。 造化宫殿就完不完咯？这第一股啊，是咱修下的根本呐、啊，基础啊，所以。 不断烦恼，没来用哩。第二句讲，名字叫二兰，明。是明显。 成就的意思啊，这是救者，就是佛家讲的啊，功德众生，诶，咱是讲这个波婆 三过面是业因，你有这个业因呐、啊，你当然有灾难。南京那啲生活在这世间，天灾人祸啊！如来、这个辩论。 不断的，你上升，灾难也一败比一败严重，真正是活在经典里面所讲的啊，恶作恶事啊，现在在讲作恶到结束啊。 天灾人祸眼前世间真做真做，技术林人，龙华慈悲心，你想来挽救？安怎救都，拢未当救。 如久啊，那就灾难如多啊，如严重。咱家看，今下里这个世间，种地的林木，所画出来考核，救国救民。 慈善家、宗教家,家，农伫的祈求世界和平，有哪股呢？对有师一来，一哋究竟哪日和平也无老师呢？那就拢无感应啊？

素爱挖苦，或者智慧光，消除咱诶三过敏啊，这是正确诶方法啦。所以，即盏大志，正的作为教。 军事武力也做未到，经济科学技术也是做未到，所以啊，咱就红脸带我。新加坡的后，为什么不出街啊？已了解啊。 已明了啊！这款代志政治无能为力，所以有深厚的政治背景，伊放弃了。世间所有一切行业、艺术，拢做未到这个代志，最后伊选择是甚物呢？ 出给修道风化理性，伊行即条路，即条路呢，就是即首偈里面所讲的，伊行的是孤分一路啊，顺着孤分的教诲。 中断家己诶烦恼，开珍惜智慧。烦恼断了以后，智慧自然就现前喽。我们常讲啊，烦恼轻，智慧重啊。何妨揭开莫尼窟？ 无名烦恼断尽咯，自性内面丝毫障碍都拢无咯，所以自性本具诶智慧功名，万万万万现前，消除三垢病啊，才才有能力帮助这个世间可能众生，而且现身说法，做出榜样，互难看？ 怎样做法呢？大先是看破放下，以做看破放下诶榜样啊，互咱看。诶生活，伫咱世间人诶目睭来看咧，迄是上概括诶生活啊。 就是咱反悔见改啊！你是这，伊给是世间最快乐嘅生活。我讲这个话啊，听有诶人啊，无做啊，是真诶，唔是假啊！伊给是世间最幸福、最快乐嘅生活。 你将一时就下一宿啊，所以快乐的生活。咱感觉到这個生活真艰苦啊，咱一定爱一食着也带好处，还有好饮食。这是什么呢？是这是贪嗔啊，咱给贪嗔的生活，伊无贪嗔之慢啊。 咱过这个贪嗔痴慢的生活，你还知影付出了偌多少代价？这個、代价，结果呢，就是无良劫的生死流转。咱付出这样的惨痛的代价，唔知影。 诸佛菩萨给他的生活清净自在，解脱的生活，世尊为咱实现在中国，孔老夫子的学生安徽也给咱做了实现，孔老夫子赞叹安徽。 安徽的生活非常非常的清苦，但是漂饮，可是的生活非常快乐。也由此知影快乐即两力，现在诶认识的人，拢无多啊。 现在一般人将这苦当做乐啊，虾米叫做乐？伊毋知影苦当作乐啊，是将苦当做乐啊，将山多当做乐，这就是无明啊，无耻高加结束咯。 现在问题来了，如何断贪心气？每一位当修发挥的当修，拢想断贪心气，袂当断呐！我问你，到底在做？ 你无接受获得智慧嘅教育，你未了解六道轮回嘅真相啊！所以你即系迷诶即个内面啊，以苦为乐，原因是安尼先。 原因怎样咯？这就有方法，难将这个原因消毒。没安那消毒呢？主要对接受佛菩萨智慧的教育，安怎接受化的？ 景点内面讲的太多太多咯，首次踏上为人演说，这是你真正接受咯。换一句话讲，景点啊，爱搭工去塔。 都家恁有这个东收机看到啊？看到有二十多位会教的朋友，来咱几十林来参观访问。这二十几位会教朋友来自真多真多国家地区。

道场供养的即系佛菩萨，这样嚟做。因啦，只相信有即个精神，想要了解即个佛教，我用一点啊简单的时间，佮伊介绍。我佮伊讲，佛教是教育，唔是宗教。 佛教内面做供用的主菩萨，拢是哈目古亲教育的用意，表法的意处啊！像咱面前用好用的文写给我们的佛。 您看，咱甲佛的关系师生关系啊，所以毋是宗教啊。咱请世间某的佛老师啊，本书根本的老师，最初创立即个教学的老师，咱称一本书，咱自称为弟子啊，弟子是学生啊，咱甲佛的关系。 诸生关系，菩萨拢是佛的学生，观音菩萨、大世界菩萨、文殊菩萨，早尼佛的学生？那是现在佛的学生，也注意就怎样喽？这些菩萨拢是咱的学生啊。 老师同学拢是平等的，所以佛法是平等的教法。那我跟你讲，所以伊就问讲：，一恁这个佛，菩萨跟神的关系是甚物呢？啊，恁有敬神无？我敬神啊！我就举只比如。 世间有一寡宗教，只承认有一个真神，唯一一个真神。也有真多宗教，尊敬真多真多神，有冲突无无冲突。佛教都难啊？即系众神。 就亲像咱现今的社会，各个阶层的领导人啊，即、这个国家地区唯一的一个精神，就是国家总统。这是以神论呢？多神论呢？除了总统以外，要有部长、要省长、要县长、中县呐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啦、啊。 佛菩萨到底是什么呢？佛菩萨是多元文,文化、社会教育内面的义工啊！伊毋是国家阶层的领导人啊，伊毋是总统，也毋是部长，也毋是管事长，所以毋是神。但是咱尊敬神，咱为神服务，咱也接受佛的领导。 这代志就平定了，所以诸佛菩萨是办教育的啊，唯有教育才能安定社会，帮助众生，帮助社会各个阶层的领导人。这工作真伟大啊！ 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啊，非常有期待啦。所以啊，只有真些智慧、真些慈悲嘅人，才肯安尼做啊。应该看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，我就讲啦，耶稣冇喊灭啲。 假使看莫尼霍龙同款，拢无做过什么政治行业的领导人，所以啊，所谓的宗教，拢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。所谓的宗教，拢坑人断恶修仙。可是咧，对于五加诶。 树理工期上套贴，工期上盖上色，这是佛教。佛教经典丰富啊，这是大家拢承认的呀。你们好似宗教经典比袂着佛教这样的多。佛教就亲像一个完整的大学案款。 这来面，所谓科学、浓妆古着，一行都不欠缺啦。佛教来面有功教、宗教，但是佛教不是宗教。佛经来面有功教、铁黑，佛教不是铁黑。佛教是什咪都拢包括。 那来认真努力修学啊，修学，佛教是究竟完满的智慧，只有真实的智慧。咱这个贪嗔痴的念头在动，佛教育。 必须来建立的政治正见。你看这部《花花经》，主要在讲什么呢？立货之见，货来低见，正确的低见。你看那里，对五条人生就错了。 看错了，这错、个、误就下低下贱，下低下贱的呢，知道难啦，所以咱就做错了，咱俩讲错了，姐姐，将来真多真多的困难啦、啊。 如果咱的思想境界正确，必定引导咱的言语行为也正确。咱做作的是善业吧，所感受的果报一定亲像揭露世界，像化妆世界，祝福的意境化界就现前咯。 由此知影，能接受教育啊是万里重要。教育一定要接受高圣先贤、诸佛菩萨的教育，哎，肯定这是真实智慧的教育。 野心，去叫他啊？这也是一般人讲的性天灵的教育，教育目的记在圣贤。 如果咱若无立志，去做佛做菩萨，即、這個、教育你，一旦得掉的啊，真有限。所以啊，人啊，我用啲无志啊，一定要立定志向。咱学佛，诶，学甲甲佛共款。佛。 无贪亲戚，咱有贪亲戚都无成婚。咱你问讲，为什么咱学未成呢？其实好甲咱讲啊，真清楚，真明白啊。好叫咱断烦恼，对头断气。 无名烦恼、定沙烦恼、见书烦,烦恼，就那亲像咱身骨穿的衫。无名烦恼是这内面上盖贴身的内衫，上盖内面的、啊、呀。定沙烦恼是外面这层的衫，见书烦恼是上盖外面这领。 当然，你烫衫一定先烫外面，无可能先烫内面啊。现世烦恼有十大类，第一类心念。咱是是有从这第一类烫掉啊。心念用现在未来讲是啥物呢？自私自利。 他就关了、啊，那自私自利，袂当下掉，就袂当入门咯。好似一个大家庭啊，就红军同款，千门万户，这是头一个门啊，头一个门你都袂当入去。这宫廷里面怎尼啊水啊。 你来当看到，所以学佛对对而去，对放下自私自利而去。只要有自私自利，那心来清楚。你既然是诶听过佛的这个诶教导，肯定家己。

关键的所在啊，难逃一条，就要中这心建放下。你家看金光经，打个两块钱，色两真锥，或者经上讲得真清楚：六菩萨有五相偷起来啊。 人上众生上修者上即会菩萨，你唔是菩萨啦。有出知呀？菩萨的条件，第一个条件无偶像啊。无偶像就是无自私自利，这人即是菩萨。菩萨是什面人？菩萨是佛的学生啊。你这是真正诶。 福德的学生，福德主，如果你心念不放下，你是挂名的福德主，不是真正福德主，有名无实啊！真正福德主，最忌很多爱攀偶像。 即道理未容易毋捌啦。如果咱真正听从佛的教诲，放下自私自利，齐心同念，一切作为，未够再为家己想咯。 你这个混门啊，一定要顶你去。以后障碍虽然有啊，容易破啊。第一关难破啊，第一关难上攻啊，边境是不用都破啊。这关都破咯，谈亲戚八，主年就开淡波咯。 虽然不断但淡薄咯，你智慧增长咯，即关那袂当突破，绝对无智慧。我家乡讲呀，你可能有聪明，你无智慧，聪明个智慧是有差别的呀、啊。 佛家讲的啊，四地变聪，你只有四地变聪，你无真实智慧，真实智慧哎断烦恼则有啊，烦恼断了，诸行不择智慧就掏出来了。佛教人爱开智慧啊，佛唔是教人学四地变聪。 为什么呢？舍弟变冲不但未当解决问题，连到会惹起更卡侪诶，即个诶麻烦啊！做更卡重诶业障，将来会对伊家更艰苦啊！即、这个道理、啊，未用你唔知影、啊。

只有获得智慧的教下，才会当给你帮忙啊！可是佛法的修学，一定是爱信守恒行，信守恒行是一二三三二一，未使界分这阶段。 佛经》内面常讲的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清廉、判花、言、性、戒、形、正，这是四分。一就是四，四就是一了。你们好，这里内面必定包含其他的三个。 你安尼这一档，肯定应该真正会做到明智，重恶难啊！明显的帮助难，超话一次灾难，这是工作现前。咱讲花部啊！ 画布后面啊，也有古部，古部是什么？三朵地格古贵铁仙叫做三朵啊，三朵的古部是三朵烦恼作感应变现出来。 由此知影，那诶贪亲戚，如果那袂当讲气毒，即、这个地界恶鬼贴身诶勾博，就绝对袂当避免啊。麻烦的即地啊！地藏菩萨本愿经内面讲噶真清楚，讲噶真明白。 做大多数的众生，讲咱人，做大多数的人，一对离开三道到灵道来。可是呢，目子呢之间，搁登去咯，搁登去三道去咯。这外面是什么呢？咱来继续看卖。 也由此知影获得高多难的，确实是真实智慧，对咱有真实的利益。希望咱在生活会内面，哎，向上提升，唔能向下坠落啊！ 三亲戚是三多烦恼啊！那你当消除三多烦恼，就年年就会离开三木都三多比什么都还艰苦啊！菩萨就比较杰出咯。 叫人设下三道口，所以第四十八关第一关就是国母恶道，不对恶处啊！咱伫即个机上内面。 甲头前的原文前后来对比，或多嘅注比，就一当体会到一挂。别做烦恼暗，这个烦恼暗。甲头前三过命一书赶快 故是讲这个污念污念，咱的清净的诸性啊！烦恼都是转机，贪嗔痴慢，一定爱啊，断烦恼。

分作有一百瓦类，这也过太多，对初学来讲也是个麻烦呐。天亲菩萨对如家说：“地论各家归纳归纳做二十六，人的根本烦恼二十二随烦恼。” 这拢是大雷啊。根本烦恼，这落大雷，就是贪嗔痴慢以恶见，恶见误外境界。 啊，若总是爱清楚爱明了，家己伫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，知影，即、这个念头是善抑是恶，断恶修善，来对起心动念处做功夫啊，这著、就是。 过来的书，即系祖师大德教导咱修行，系对根本修。虾米是根本？起心动念是根本。个人用比如来讲，无明烦恼。 从众生心性啊，看不掉的，就亲像乌云天，龙魂密布，你掉你逃难困，看不掉的哦。众生红梅无痴。 天出一无所知，所以叫做暗嘛。或者教会就迁就你头赶快，或者智慧，共或者智慧都是祖先本固的或者境地，是咱祖先来对本来固着的，这个智慧灵破。 无名烦恼，灭诸烦恼阿嘛！如果毋是用自性本具不遮智慧，你绝对袂当灭。你去学，攻下多门，像人所讲嘅基本知学。 你看真多，听真多，你记真多，但是拢毋是自生流落，拢是对外面来啊！这叫涉地变聪，啊！你也当讲到天花乱坠，但是你烦恼时期未当断。 换句话讲，你未当解决你家己生死问题啊！你无能力转变你诶业务，异地变充是无什么路用啊！不但未当转变家己诶业务，从讲异地变充。 带来各项严重的严重，这是何？为什么讲人一定爱求真实智慧？真实智慧对对来是你自身本固的内在智慧，毋是对外面来。我哋经常所讲嘅啊。 拢是世界无尼佛自性本具的智慧现前呐、啊，互咱做参考啊？伊有我也有啊。伊诶现前，我为什么未当现前呢？伊无烦恼，我也有烦恼啊。安、啊、尼是伊家己在真正意识到我必须爱断烦恼，烦恼。 断一片，智慧就增长一分。你的真实智慧才会现前。真实智慧，超给势力变从真多啊，爱好家己的，真实修用。 这个真修养是清凉自在，即来对我真正快乐啊！所以离苦得乐，这个乐也是无办法讲的出来，讲出来你也无办法去体会。为什么呢？你从来无这个经验吗、啊？ 比如说，你家己有这个经验，你听别人讲，你才会知影。所以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。只要欢乐轻了，智慧就增长；开辟智慧间。 也得功名心呐、啊，一干，也作用是看，所以啲些所在，以增加意思，是看。 嗯，但一般人讲看法见解是这个意思。你的看法见解从源头智慧。 古早时阵，做学生，无论是说话是学话，老师教学生，对这点非常重视。你诶，理解不开，你无智慧嘅境界。 你就袂当离开老师，较早人宫出师啊，现在人工毕业，出师你也会当离开老师咯，你智慧眼开咯禅宗来宾讲，代替大我，明心见性，智慧眼开咯。 伊会当离开老师，会当毕业咯。伊会当独立。即、这个时阵就会当啊，公开多文。如果智慧眼无开，只会当对着老师。老师领导你，咱就走路共款。你也无能力，毋捌路。 老师伫头前，缀着老师行，未惊错路。离开老师，你一定会惊错，一定就未路咯。毋过底会干开到会用里啊，伊爱捌路，毋免高缀老师咯。你当讲下多文啊，成就何得地啊。 难其他你教学最大困难，难啲都会，难啲冇根本地，慧眼冇开，就开始讲下多文。即、這个无学一个好咧，为什么？你抑个真单纯，你抑个真老实，你抑有救啊？即、這个讲下多文啊！即、這个读壳内底拢堆一寡无路用嘅物件。 无量无边的下低下贱，变做什么了？变做无救了。现在社会都是安尼啊，所以呢，一们前列等时分手，唔是啊，我提出来啊。 这是古来祖师代代代代相传，慧眼无开，那都是一门深入，当时分修。到什么时阵才对一门专搞多门呢？这慧眼开了，就会盈你咯，你就会当攻下多门啊。你敢看南迪花眼镜？ 五十三餐是小学的榜样啊！现在，同组代表学生，文书是叶老师，伫文书会下开了第一间。 文殊菩萨就可以去参合了。如果地会眼无开，无够资格参合啊！参合的条件是地会眼开了，你有能力，你在诸法之中。 辨别真妄，有能力辨别真妄；有能力辨别邪正；有能力辨别是非；有能力辨别善恶。老师绝对袂留你，互你赶紧出去？为什么呢？袂咪啰啰。 成就家己圆满的智慧，六根接触六尘境改就亲像慧能大师给我做同款，得住心中生生智慧啊！见色生智慧，闻声生智慧，又向文智慧，六根接触六尘境改拢种生智慧。龙中 你啊，才有能力参合。如果亲像咱现在这款的六军，接触外面六尘，拢是烦恼。咱唔见识，看到即个欢喜贪爱，迄、这个无欢喜天分烦恼啊。听到声音，即、这个好听，迄、这个无好听，是烦恼啊。所以咱来想看卖家己什么心分。 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浓重生烦恼，这咩那用呢？断烦恼就是智慧。烦恼的根是什面呢？自私自利是烦恼的根呐、啊。会向修行的人对根本修，将根架拔掉。 迄个啊，机肉就好办咯，真容易解决啦。军若是未当拔毒，机肉是啊，无办法，会当去掉。所以，按低回按著是代表何低何健，政治政健。 功明心是讲古布，你就得掉公明心公明心，古人呐，有今这讲法，讲有三种的公明》。寡功明 话光明，心光明，咱看佛菩萨行象，特别是迄维相内面容易看到。你看佛心拢有光，光明心啊。 呀，那反腐诶，这辛苦有根无？麻糊啊！你家看，咱拄着一竿连气工的，伊来看气。每一个人身躯啊，拢有气啊。气的色底无同款，上白是乌色的，黑色的。 那公司饿色黑色的，这个人嘅身体非常冇健康。上健康嘅是是金色嘅，黄色嘅啊，拢唔卖啊，白色嘅拢真好。红色、蓝色、绿色,色，身体拢有病啊！伊呐，看得到啊！ 外国人咧，伊无讲起，伊讲啊，主场艺术还是同款。在福厦内面叫做光啊，其实是同一件代志。光的质地啊，无同款；光的大小无同款。 人烦恼那是断结，功名相互也代表身体健康，就、这个确确实实的。 真正修行的人，但听讲不见世间过啊！你讲起心偌好啊！十千业道经内边何讲呀？菩萨留也想念先发。 思维、先患，观察先患，不容何分，不嫌夹杂，这是顺先啊！身体绝对健康，绝对无毛病啊！为什么呢？佢哋经常上工。 一切话从心相生啊，心安来顺心，心来对清净。自然是百病不生。病对都会来的，贪嗔痴慢来啊，你念头心上不先呐、啊，所以影响心理。 才会想出真正做诶毛病出来，所以你知影，这个原理，玩这个人，咱啊，身体有病咯，爱学医生看无？无需要啊，爱食药不？无需要，念他转过来就会用的咯。啊，静静心。 先思维，你的身体这个呃，细、啊、胞组织，伊就啊恢复正常。贪心治病，将正常的组织破坏了，你就会破病，就是这個道理啊。但是注意，当收听到我讲这话，你若是破病，我劝你也是去互医生看，抑是食药。 为虾米呢？我肯定你转未过来，你有本事转的过来，迄无需要；你无本事转过来，也要是要去找医生、找医药来帮助你。唔、嗯、过啊，你要知一些道理，医生有不动作作言，从心内面转过来，这最重要，你恢复健康会真紧。 呀，或者光明心，真正修行人心是光明的。有一挂人讲，身体是透明的，真系水晶琉璃咁款呢，透明呀。迄是清清清心,清清心,心清净，心都清净，信心清净啊。 即系都是光明心，所以《如意经》里面讲，如来心者，即是无量光明之中，即话一点啊都无错。所以，那么究竟的发心，发心是咩呢？清净光明，无界限呢？ 无无边际啊！这都是清净法心啊。法心无相，显现一切相，显的相成为不心。 布施做什么作用呢？帮助一切众生用啊！所以不施有能种，有自修用，有他修用，对菩萨未着掉，满万乎过进情。 布心自修养，他修养当中固着，一万万佛国地上，这个布心也是修，他修养，硬化心完全是他修养。如来，高地上个布心也是他修养。 都一寡人修养，多识得菩萨需要用布心；地前的菩萨则用硬化心。真正的心是清净法心，清净法心就是清净心嘛、啊。 心托不离啊。心托也不离，这你真亲真亲啊。咱搁看后面诶，几首节。

也有经典顶面从阿修罗也算是恶道，这叫做修恶道咯。闭关闭的意思，学是多学的意思，用什么来闭息呢？ 就形象来讲，断一切恶、哦，修一切善。你这耳当必须恶道门啊，是习善业道经所讲的理论方法，那是是都是必须做恶道上好的。 方法，佛教徒人，留意啊！想念先发，你的心先呐、啊；思维先发，你的念头先呐、啊；思想先、啊、观察先发，你的行为先呐、啊。

不但地界五鬼特色你袂对，连阿修罗即道你也袂去呀、啊。所以一定要怎样？十善业道是行门的基础。 无论修道去法门，先教、未教、宗门教学，伊是共同的科目。不管修学多一种派，多一法门，拢必须要修十善业道。 你甲看這尊，即阵伫官不能修福经，理甲咱讲的正业三福，正业三福实在讲著是啊，合佛的三个条件，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。无论你修大小乘，修到几块门，你离开这三个条件，你就毋是合佛咯。 唔是下苦，伫咧创虾米咧？较早李冰然老技师讲一句真歹听的话，讲虾米咧？讲咱现在伫佛门内面真多教导，伊毋是下苦，伊袂当断落修仙，著、就是正业三好，伊做袂到。 伊逐刚来分门来对来，李老师讲的，这些人是玩弄合法。人家想伊讲的这话，真有道理。人是来学佛，也是来玩弄合法，也是来消遣合法。真正学佛，啊，名利啊，啊，以搞风行啊。 对敬业三好做起，你是真正学乎敬业三好，头一个教人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忠心不杀，修习善业，自四故做为到，哎，就是李冰都讲的啊，安老佛法啊之类。

这是本书的教诲，咱参看古代的注解。这是老书的教诲呀、啊，修修。 明了教诲的意思，都、就是是不是有啊？该记记，是不是信心？是毋是会当将你所信所解，落、就、实、是、在生活当中？ 咱伫日常生活当中，也着爱别人列真侪规矩来约束咱，咱就啊真正见效。为什么？老师教诲无做够，所以则着爱受约束。啊，老师教的你明白咯，书啊拢做够咯。 你是世间第一等的贤人，啥人也国家约束你，你是一切众生好朋友啊。所以，咱伫正业三福内底，头一条无做到，这个问题啊，就非常严重咯。当时啊。 咱那会真正的分门呢？即、这个何定？会当花的去啊？自闭为本，第三句的是自闭啊！自心不杀，即自闭为本啊。咱心有自闭心，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 慈悲心，用现在未来讲爱心嘛。孝亲尊师，慈悲，完全落实的，是不成立？是不成立？不足够，都是不好。 都是无尊师、无崇道、无慈悲心，完全老是的实现来对。所以佛教家人，调雅相念现法，都、就是念十现，诸位十现，观察十现。十现颠倒面，都是十恶。 邪恶的古佛在三多啊，邪仙的古佛在凌天啊。这是公告最低的水平，袂当比这搁较低咯。咱若袂当将十仙常常放在心内，这变哪会赢你咧？ 捧在心内，爱认真去做。无量寿经顶明，家人先河三业，从口业肯定第一。先河口业不忌他故，这股内边就包含不盲目、不粮食、不恶口、不欺妒。 新五以为什物不让受精？爱将五排伫诶第一呢？一切众生最容易犯诶啊，著是口业啊。做口业啊，咱平常修这个功德功劳，是为是对啊，口业来对送失去咯。 所以啊，功德即袂掉啊，拢流失去咯。对考业当中流失咯，对咱处事待人即、这个、仪态顶面流失咯，咱的行为言语动作非常粗鲁。 互人看着拢无欢喜啊？即、这个所在从工地公流失咯，家己一定要知影。啊！所以古人有讲啊，修行对对修起呢，对不忘物死，即位讲了也真有道理啊！甲无量修经讲的相应。 对相互口业还是我的经雄？唔知讲了偌多遍，偌多拜咯。教导人处处待人接物，爱和善，爱古啊。

刚经说法诶时阵也讲，现在现钱完全毋是即款代志咯。对这所在，看到咱修行功夫有得力无？爱时时刻刻去勘验。 所以早暗两堂课，早课提前加机，暗课是反省啊。那、啊、我来讲，早暗课就是讲给你定好咯。课业真严谨，早暗课你拢有来，一堂都无缺。你真正做到无天才啊。 今早早课，确确实实经文内面的教诲记在心内。暗课的时阵，掀开经文，一条一条真正反省检点。好，教咱做诶，咱有做无？教咱未通做诶，咱是不是有违反？这是你真正做早暗课 即款做诈骗，可你才对得起佛菩萨。如果是有口无心、形式上少做一来，跟文字喙边念接，对不起佛菩萨，对不起家己。你迄个是假、啊，毋是真的啊！下联基伫《政务内面甲咱提出诶即个客户恋爱真做啊，你是假做，毋是真做啊？ 只有真做才是真正，必须住恶道通达显处门啊，通识通通无碍。门是门径去处立，显处最该都、就是。

至少爱提升到有盖天，你才算是真正有进步咯。对于有盖天，提升到十盖天，这人天修故无算真正星就，真正星就。 一定系抽完三界，抽完十八界，这是金甲星球所以即个先出门啊，最先的是啊，是西方极乐世界。 啊！面多好，四十八元、元元拢是大众金。咱啊，毋通辜负为奖开发奖啊，奖是大众，恭喜！供电部，即、这个开发中。 都是为人演算啦、啊。修持、读诵，这是主理；为人演算是利他，即来对注意为人演算，演戏表演，做出来好人看。 哎，做出榜样啊，做出模范，而是演呐、啊，人生如戏呀、啊，啊，演一场戏好人看。哎，五福菩萨，做出福菩萨的好模样，张清杰，哎，跟我啊。 一下回头，大家讲讲有什路用？无人相信啊，一定要做出来啊！真正做毋能假做啊，假做诶时阵真容易，互人看破。你极限不得啊。真正做，真正为众生。 佛的教诲一定要兑现。你看，佛教菩萨讲起来，多些人唔知影，大家拢知影。佛教菩萨教什么？数量越多，可是数量越多，有几个人落实呢？所以咱爱讲这道理，事实真相。 爱甲大家讲清楚、讲明白，阿、啊、佛一定是爱从佛对教诲，一行一行落实，即、这个著是公事公德不啊。 公是普遍，无私心，无目的，无企图。现在所讲的,的,的,的，是无条件的不思共用。你得到服务是是万满呢？是无尽呢？ 这个门内面特别讲，这个是工地，不是用用手工啊。这个工绝对未白做啊，一定是高报报道是真啦、啊。 以木工、福报，讲功德，即、這个德，绝对是善布。福报内面，楼主讲啊真好，福气何止所福啊？不见得是真呢，但是功德绝对是神仙，绝对无一丝毫恶诶，即个古布啊。 所以，受功所得称之为功德。不，这里咱来注意，不，是只不中啊，是真正当帮助人解决、完满的解决问题。 布的意思就伫即地，咱就爱下当去体会着，这布是啥物呢？正宗法门，这个呀，真正是无尽的功德布，所以一者布施供养。 最后要，拢爱归结到劝度大众修学净土法门，老实念佛，往生佛国。这正是天地万万的解决。 即、这个即古咧，专治即行代志，即是菩萨事业啊。好，今次啲时间够了，咱就讲到这得。嗯